还记得曾几何时，我们无畏又无知，对那些未知的一切好奇又不屑，从未听过老人言，从未吃亏，也从未丢过脸，盼着有一天走出家门，从此一条路一个人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我们都变得很胆怯，甚至向往已久的东西也没有了还是喜欢那一刻的感觉。谁不曾梦想走遍这世界？